生。看一下吗？太帅！哇，真的是。嗯，带我到星光三月。对啊，什么星光三月要找三月？所以他跟那个 Google 都是连。对，他就是 Google 导航。啊，他的电量在这儿嘛。我们到那边会剩几趴，回到这里还会有几趴。出发之前。
这样子出去。哦。按住我拍才能，其实蛮简单的。你自己现在有开车玩吗？有啊。也是算休旅行吗？哎，对，休旅行。是油电的，但是没有开过电车，没有纯电的，因为我怕会就是有什么旅程焦虑。那其实你算是停在车库吗？对对对，车库，对对。装那个充电桩怎么样？还是那种？哦。就是你充一个晚上就可以充饱，大概可以跑400公里，对，400公里电量，所以你其实台南到台北单趟是不够。充电的要怎么开？哦、oh, ，对，然后会把它充满拔掉就会关机。那电费怎么算？如果你这样充满四百公里，大概抓家用电费150块钱左右。哦、oh. ，应该很便宜，油电车才更便宜。对，因为我少了税金，看到人家涨价。对。然后你两年才换一次就好，它没有油要换的。哦、oh.。所以其实相对成本上来说会差很多，因为你油电本身买起来一台车应该就比油车贵蛮多。对。你是开哪一个车型？还有那个现代途胜，途胜，对，那台 CP 值很高。You and me by the sea.